们家老爷出去了没有？哦，是表小姐来了。不是的。哎，今天不行啊，改天再陪你玩好不好？怎么？哎呀，老爷在家总归是忙啊。哎，真的是表小姐来了，你快来看啊。在哪儿啊？你看吧，我要去告诉太太。好。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嗯。姨妈，你回来了，这趟可辛苦你了啊。没有什么。太太，太太，表小姐来了，表小姐来了。姨妈，东西放这儿啊，我先把信给老爷送上去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姨妈，姨妈。啊，三少爷，来。三少爷，这孩子。表小姐，你坐这儿等一等，我看看太太下来没有。太太，回来了。太太，于妈，这趟你去接表小姐可累了你了。没有，就是那个小车子可真要命，差一点没把我骨头给颠散了。婉君，快叫姑妈呀。姑妈，哎，乖，等了你一天了，这么晚才来，一路上累了吧？嗯，姑妈问你话，快说呀，快说呀。不累。真相，真像你爸爸。二哥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，走。你看，仲康，过来。他叫仲康，是老二。他叫书豪，是老三。这是你们的表妹，叫婉君。表妹，表妹。你大表哥的身体不好，改天带你去见他。姑妈只有三个儿子，以后我会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带你。这儿就跟自个儿的家一样，你想吃什么尽管跟四喜说。四喜，从今天起你就伺候表小姐。是，太太。哦，爸爸来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姑父在叫你呢，来。叫姑父，姑父。哎哎，好好好。嗯，好。哦，你今年几岁了？九岁。哦，他跟书豪是同年。几月生的？七月初七。哦，他比书豪大三天。哦，书豪，你还得叫他表姐呢。你要叫他表姐。哦，他住的房间给他安排好了。好了，叫四喜陪他住在后边。哦，那就好。来，四喜，代表小姐到房间去看看，歇一会儿就要开饭了。好。来，表小姐。大婶。
说好。妈，表妹以后要常住在我们家。嗯。她不走了。她家里没有人，爹妈都死了。你们以后要好好的照顾她。好。好。吃啊，婉君，一路上饿了，多吃一点。李大叔来信怎么说？他说要我这次到上海去的时候顺便到南京湾一下，他想跟我合伙经营棉花生意。现在各处都不太平静，打来打去乱糟糟的，能少出门我看还是少出去走动的好。我知道。是啊，婉君。要不要吃这个糕？拿着嘛，吃嘛。你喜不喜欢小鸟？是进去，真可爱，他怎么会听你的话？是我教他的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原来你在这儿，太太正找你呢，还不快去、啊、哼，要你管。哎，明天我再找你玩啊。哎，什么哎呀哎的，要叫表姐。哼，她得比我大三天嘛。大三天也得叫表姐啊。哼，满表姐，明天见。四喜，这两块料子拿去给表小姐做衣服。好。哦，鞋子也多做两双。是。昨晚上睡得还好吧？好。四喜，起来没有？起来没有？起来了，表妹，婉表姐，婉表姐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我们，妈，我们要找表妹去玩。对了，我们找她去玩。他们找你去玩，去吧，去，走，要小心点啊。好。什么游戏好呢？我们来玩娶新娘子。好好，那管表姐做新娘，我来做新郎。不，你太小了。这是游戏，假装的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好好，就让你来做新郎。我去摘一点花，给你这个新娘子打扮打扮。我也去。这些花你拿着。真臭。我自己有。真像个新娘子。书豪，快来亲你的新娘子。来啦。这花丢给你。站好。我来做吹鼓手，你们都跟着我走。好。屋里屋里屋里哇。拜拜！哈哈哈他笑我不来了。哎，我们天地还没拜完呢。放开我，不来了。哎，婉表姐，婉表姐。揍着你，揍着你，揍着你！害我们不能拜天地，揍着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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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于妈，婉表妹今天真的要来看我。你等着吧，你的表妹啊长得可真好看，你见了她
一定会喜欢的。太太，伯姐，妈。你王表妹快来了一个月，你们还没见过呢，叫大表哥。大表哥，婉君，陪你大表哥聊聊天，他病好了会带着你玩的。我到厨房去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菜，待会弄给你吃啊。姑妈。来，坐下。你念过书没有？爸爸教过我念千字文和三字经。很好，以后可以跟仲康、书豪一起念书了。家里请的陈老师教得很好。你长得很好看，很可爱，你可以安心地在我们家里住着，我会讲故事给你听。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喜欢。二哥等着你玩。大表哥，那我走了。你有空随时来，我可以教你念书作诗。好。哎呀，快一点。新北山，新乡近，西乡远，狗不叫，新乃天，叫之道，贵以专，新孟母，择音处。你念的是什么？三字经。桌上摆的是什么？是千字文。荒唐，书是千字文，念的是三字经，你呀、啊、真是心不在焉。你在玩什么？没什么。拿出来，拿来。诺、你们三兄弟啊，要以仲康的资质最高，就是性格倔强，博见超凡脱俗，充满才气。只有你是一块尚未雕琢的璞玉，你呀、啊真是玉不琢不成器、啊、人不学不知义。哼，婉君聪颖过人，好学不倦，孺子可教也。不错。哼。哼。我教你的这首诗背熟了吗？背熟了。那你背给我听。妾把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，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，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咦，
你怎么不背啊？婉君，我婉君，婉君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姑妈给你做好两套新衣服，去试试看。妈，表妹的诗还没背完呢。好了，待会儿再背吧。你也该多歇歇，小心累着了，病又要犯呢。妈，没关系，我不累，我还要教婉表妹作诗呢。行了行了，到床上去躺着去吧。妈，来。妈，您不是自己说要让婉表妹常来陪我吗？你这傻孩子，你坐下。是啊，我是让婉表妹来陪你。我问你，你真的那么喜欢婉表妹啊？那么大了就给你做媳妇好了。妈。表小姐真是福星下凡。哎，大婶还真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到我们家来还不到两个月，大少爷的病就好了。是啊，大少爷病了两年多，一下子就能下了床，老爷太太真是高兴极了。对了，太太呀，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。太太打心眼里喜欢表小姐。太太自己没有女儿，只有三个儿子，怎么不喜欢他呢？是啊，我看呢，将来会把表小姐说个大少爷做媳妇儿。要是能够这样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呀。太好了。阿哥。嗯，阿哥，婉小姐要做大哥媳妇了。做媳妇儿？嗯，我们去问问她。好。大表哥，你病好了，应该出去玩玩。两年多了，大门都没出过一步，真是闷死了。听妈说，再过半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。嗯，到那天我带你出去玩。好。大哥在这儿，那你去把婉君叫过来。去吗？我们可以坐条船到湖里去玩。好。婉小姐，婉小姐，干什么嘛？你来嘛。哎呀，什么事嘛？你来嘛。什么事嘛？来嘛。什么事？阿哥，你问他。听说你要做大哥的媳妇儿，是不是？是谁说的？书豪说的。我听徐妈他们在这儿说的。婉表姐，你为什么是大哥一个人的媳妇呢？你应该做我们大家的媳妇儿。你胡说！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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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婉表姐，婉君，婉君，婉君，婉表姐，婉君，别停命！婉表姐，婉君，你摔在哪儿了？婉表姐，痛不痛？婉表姐，跌破了没有？摔在哪儿？嗯。哎呀，流血了。还痛不痛？不痛。好亲热。嗯，几个兄弟喜欢一个表妹，表妹长得漂亮嘛。说好，我来吧。哼，
他根本不会放。说好，我们再来。好。丢人呐、啊，真丢人，在表妹面前可不能丢人啊！干什么？你二表哥，二哥，二表哥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二表哥，二哥，不要打了，不要跟他们打，二哥，不要理他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少叫我表妹。表妹，二表哥，二表哥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真肉麻。你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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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表哥，哎呦，痛不痛？不痛。二表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跟他们打架。我不许别人欺负你，谁笑你我就要打谁。我们回家吧，回去太晚了，姑妈会骂的。好。向谁言？
你呢，告诉他二表哥。对了，你二表哥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你们小胡说。马上就来了，你等着吧。你还要说？等着。婉君。婉君，你等了好久了吧？我们走，小心让人家看见了。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们去玩。婉君，婉君，婉君，小心点，掉下去可不得了。二表哥，我先回去，你等等再走。哎，嗯，婉君。一下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小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二少爷，你呀，一定是跟表小姐一起回来的。少啰嗦。表小姐，我给你道喜了。嫣红，道什么喜呀？你又在开玩笑了。表小姐，我伺候您两年多了，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？师太太今天一早又跟老爷谈起，要把你说个大少爷。大少爷？对了，老爷也答应了，现在正在找人捡日子给你定亲呢。太太现在找你去，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嫣红。表小姐，这有什么害臊的嘛，快去吧，太太正在等着你呢。去呀，去呀。表小姐，太太正要让我找你。谢谢你，于妈，我这就去。表小姐，太太说要把你。于妈。伯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得马上出去，我不能跟朋友失约。跟他说就行了。哎，这件事我总得征求你的同意啊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同意这桩婚事，他们结了婚，我们也好早一点抱孙子。哦，婉君来了，你们好好谈谈吧。姑父。哎，好。姑妈。哎，婉君，你是越长越漂亮了，姑妈。来，你坐下，姑妈有话跟你说。我心里早有一句话想说，一直就说不出口。婉君，你今年18岁了，女孩子大了总得要出嫁。不，姑妈，我不要出嫁，我不要离开你。是啊，姑妈当然舍不得把你给嫁出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大表哥的年纪不小了，托人给他说了几门亲事，他都不同意。谁知道他心里就一直等着想娶你。我想这样亲上加亲也好。
你家里也没有什么人，我就替你做主了。你不会怪姑妈自作主张吧？我我知道你心里也很喜欢伯健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？等你跟伯健结了婚，才能给仲康挑日子，跟张家的小姐定亲。你姑父是满心希望早点抱孙子。婉君，姑妈是最喜欢你，最疼你的，你说你愿不愿意嫁给伯健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姑妈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婉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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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婉君，大表哥，你站在这边别动啊，我给你拍张照。头低一点，笑一笑啊，看到这边笑啊，别动啊。好，哎，婉君，来，我再给你拍两张，来啊。你过去那边，再过去一点，好，头低一点，别动啊、哦、好，你别走啊，是不是有点怕我？那为什么老是躲着我呢？我没有。婉君，我喜欢你，当你第一次站在我床跟前起，我就喜欢你。你的眼睛有一股特殊的力量，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你实在是太好了。我觉得我的幸福和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里，你知道吗，婉君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你喜不喜欢我？说呀。婉君，伯健，婉君，恭喜你了，恭喜你跟大哥爱河永浴，白头偕老。二表哥，我也要恭喜你，姑妈刚才告诉我说要给你跟张家小姐定亲了，正在挑日子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什么张家的小姐，我要的是你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二表哥，小心让人家听见了。我不管，听见了又怎么样？婉君，你不能答应嫁给大哥。我爱你，我知道你也爱我。你怎么了？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我要你，我要你，我想要你想得快要发疯了。婉君，你不应该属于大哥的，你应该属于我的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就跟爹妈去说，也来得及。你不用说了，姑妈已经把我……那么你爱大哥，你要嫁给他？我不知道，这是姑妈他们决定的。婉君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现在讲究自由恋爱，长辈做主的婚姻早就落伍了。如果你爱我的话，我们可以远走天涯，
我带你走。婉君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要娶你。婉君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爱你。你不要这样，小心让人家看见了。我不管，我不管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婉君，婉君。你怎么了？哦，书豪，是你。没什么。万表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你做的手工？嗯。我听说你要跟大哥结婚了。你跟大哥一结了婚，我们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在一起玩了，你就是大哥一个人的了。书豪，不论怎么样，我还是婉君，还是你的表姐，我不会冷淡你的。那时候就不同了，你就是我的大嫂了。婉表姐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从小一起念书，一起玩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书豪，姑父姑妈最疼你了，将来一定会给你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。不，我不要，我就要你。等二哥，周顺康，黄老师，你在想什么？哎，是不是有心事？没有。年轻人总是有很多烦恼的事。顺康，你应该记住，世界太大了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更有意义的生命。不要为了一点儿女私情而忽略了对国家应尽的责任。到屋里去谈谈。回去以后，仔细地把这本册子读一读。我相信它会燃烧你满腔的热血，让你看到人生更大的一面。谢谢你。王老师，啊，好好的保管它，看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我知道。哦，把它放到口袋里吧。是。放好啊。啊，王老师，那么我走了。好吧。
军阀割据，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。我们只有期望国民革命军来统一国家。国民革命军已经奠定了两广的基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革命军的势力就会扩张到这里来。这正是我们每一个爱国青年报国的大好机会。我们必须拿出决心来，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。今天我要重复地告诉大家，我们口口声声说爱国家、爱民族是不够的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。我们不能醉生梦死，贪图个人的享受和欢乐，就把全国四万万同胞的痛苦忘掉了。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。你在想什么？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与文化遗产，没什么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送。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，我们不能眼看着国家。你怎么不让徐万军来啊？面临了危机，我不让他来，袖手旁观。哦，相反的，你们可千万不能告诉万军，我来参加活动。共同的为救国，给家里知道的话，奋斗我也就不能来了。我希望各位同学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要更积极地表现你们自己，把你们的私情化为革命的热忱，让我们轰轰烈烈地为国家、为民族做一番事业。来，我们来唱。巍巍中华，雄踞东亚，泱泱大国家。兵荒马乱，生灵涂炭，世事纷乱如麻。热血青年从军发过，十面扬名军阀，同心再造中华。什么？没什么事啊。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老是鬼鬼祟祟的？婉君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是为了很重要的事。什么重要事？我们都发过誓，连父母都不能讲。以后我再告诉你好了。不告诉我就算了。婉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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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嘛。那你告诉我什么重要事？我，哼，婉君，你听我说嘛。哎，婉君，我不听。婉君，婉君。嗯，颜色太浅了，做新娘子要穿鲜艳一点的。哦，来换一件。好，这件看。哎，这件呢，颜色跟花啊是最适合新娘子穿了。哎，您看，您看，哎，哎，您看这个怎么样？嗯，花还不错，有没有更鲜艳一点？有，有。再换一件。好好。嗯。这个花啊，您看，嗯，这件好，就这件好了。好，大哥，嗯，
找你谈点事儿。哦，好，进来说吧。我什么事？怎么不说了？没什么，改天再说吧。仲康，仲康，嗯，仲康上哪儿去了？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爹刚才问起你。你小鬼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眼看就要成家立业的人了，还是这么毛手毛脚的。怪不得人张家嫌你脾气暴躁，怕把小姐嫁回来受气。我根本不要什么张家的小姐，我不要。你不要张家小姐，那你要什么人呢？我你，哎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真气人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吃饭。哼。大家吃饭，婉君吃饭。任凭人生是幻是真，地球存在或是消灭，我拉着你的手，万军，你跟着我走，你明白了吧？你现在要回答我，你决心怎么做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万军，你是爱我的。表哥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万军，我求求你嫁给我吧，我这几天痛苦的简直要发疯了，我是绝对不能失去你的，回答我，回答我。二表哥，不要不要不要讲，二表哥，你放开我。婉君，婉君，二表哥，你不要讲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婉君，婉君，妈，嗯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婉君许配给大哥？你大哥喜欢她？怎么？妈，你知不知道婉君心里爱的是我，我也爱她。什么？你爱婉君？是的，我爱她，我要娶她。仲康，你是越来越不像话，这事要给你父亲知道，他会打死你。打死我要娶她。妈，你一定要帮我讲话，要不然我就……仲康，你千万不能做傻事，让我先去问问婉君，再想办法。你要是不替我想办法，我自己会解决的。仲康，仲康。
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呢？太太，我看伯健跟婉君的日子就定在下个月十六吧。这天是个黄道吉日，天地乾坤都很相宜。太太，我这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了？好，好，我就问问婉君。婉表姐，这是我做的标本，都送给你。叔侯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送这些东西给我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心烦。现在你用不着我了，小的时候你心烦都是我逗你笑的。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不会忘记这些的。现在你不要理我，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下。好，我走。那我走好了。婉君，哦，姑妈，这些都是书豪送给你的。他常送这些东西给我，这怎么得了？告诉我，伯健兄弟三个都喜欢你，你究竟最喜欢谁？我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疼大的，我爱你就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。现在老二非你不娶，看样子老三对你也不错。婉君，你心里到底喜欢谁？姑妈，我也不知道。孩子，说好了，没人会怪你的。二少爷，有人来找你。二少爷，仲康，有什么事吗？拉里，这没你的事，你走吧。仲康，黄老师被捕了啊！真的？那怎么办？大家都在那去商量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好吧，走。混蛋！告诉你不可以，不可以！看犯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走开！你们都给我滚滚！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我求求您的，我的儿子王善都是个傻子，滚！大老爷，我求求您，让我见他一面。大老爷，走！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，你们要造反呐？不。我们是来看黄老师的。对了，黄老师，他叫黄大同。
黄大同。哎，你们都是他的什么人呢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。学生？是的。哦，帮帮忙，我们白天要上课，只好晚上来看他。帮帮忙，请帮忙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那是实在麻烦。好吧，至尊五分钟啊。嗯。啊，就那一间，看完了快点出来。黄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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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老师。方毅，李真，周董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黄玉梅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很好。黄老师，你放心好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。你不用救我，我个人的生命算不了什么，你应该去救全国40,000,000同胞，我们子子孙孙未来的命运全掌握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。中华，去吧，到南方去参加革命的阵营，越快越好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走，走走走，走。黄老师，请走了，走，再见。走走，黄老师，再见。走了，走，黄老师，走，再见。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你喜欢的是他们。书豪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对你们都一样。哼，你心里最喜欢的是二哥，爹妈让你嫁给大哥，其实你想嫁给二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胡说。我才没有胡说，你别以为我还是个孩子，我都知道。别怨我，别恨我，别怪我。谁怨你？谁恨你？谁怪你？怨你什么？恨你什么？又怪你什么？婉君，是不是书豪他刚才……不是的。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？不信任我，还是不了解我对你的关怀？婉君，你不喜欢我，不想嫁给我？不是的，大表哥，不是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婉君，你该知道我多喜欢你。我费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等你长大。哼，好亲热。仲康，怎么我来了你就走了？还没有变成我的大嫂就先不理人了？哼，仲康，你干什么？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吃不了他的。你什么事不高兴啊？我应该高兴吗？哼，别以为婉君就应该属于你的。
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只有你爱婉君？你错了，告诉你，我爱婉君，婉君也爱我。你爱他，他也爱你。婉君，是真的。告诉他你爱我，告诉他你爱我，告诉他你爱我，你说呀，告诉他你爱我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仲康，你说呀，告诉他你爱我。你放开他，说，你不要这样对待他。婉君，你说，你到底爱谁？告诉他你爱我，你爱的是我。你说，你是不是爱他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不要这样逼我。仲康，妈，你都看见了。哼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天下的女人又不只是婉君一个人，你们弟兄之间竟然为了她争得面红耳赤，你们的书都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嗯？连弟兄相让的古训都忘了吗？不知廉耻！我是爹妈做主把婉君说给我的。我们是跟婉君一起长大的。我爱婉君，婉君也爱我。混账！这成什么体统？成什么体统？你好了好了，伯武，别生气了。这都是我不好，我早应该让婉君跟他们隔开的，也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还不都是你宠的？就只一个婉君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哼，爹，既然仲康爱婉君，就让他跟婉君结婚好了。这是什么话？日子已经决定了，亲戚朋友也都知道了，父母做得主，绝不能更改。红颜祸水，一点都不假。当初婉君一进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美得过分，过分则不祥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现在成了事实。我想这一定是婉君她自己的行为不检点，要不然怎么会弄到三面留情的地步呢？哼，没想到抚养她这么多年会惹来这么些个麻烦事。为什么他们都要喜欢我？我是祸水，祸水。婉君，你不要难过，都是我们不好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你不要说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去爱你心里所爱的，要你心里想要的，只要你能得到幸福，你不必顾虑到我。婉君，不要说了。
婉君，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明天再说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现在说。婉君，跟我走，我们到南方去。到南方去？嗯，我不能，姑父姑妈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婉君，二表哥，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你就不要这样缠着我，你知道我心里多苦。那你是不爱我？你不要这样说。不要这样说，到底爱不爱我？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我求求你。那么你答应我，答应嫁给我。我实在受不了，请你不要折磨我，这样我会恨你的。不管你恨不恨我，我要你说你爱我，我要你跟我走，我要你嫁给我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你大哥未来的妻子。是我大哥未来的妻子，是我的大嫂。我们子子孙孙未来的命运，全掌握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。南方去参加革命的阵营，越快越好。强的女人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，没有我他们就没有争执，没有我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，我是多余的，我是多余的，我是多余的。
你自己要多保重。这封信待会儿别忘了交给老爷。我知道。二少爷，想知人，罪孽深重，身已无益，不如了结，一切当可迎刃而解。请谅我恕我，十年养育之恩，唯图来生相报。什么事情想不开要寻死，我们也没怪你，也没骂你，什么事都可以依你的意思。伯见他们都喜欢你，你高兴嫁给谁就嫁给谁，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？万一
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？万俊，你说你到底喜欢谁？你说话呀。老爷，这是二少爷留给您的信，他走了。仲康走了。什么革命，简直是找死。老李，你这个糊涂虫，你怎么能够让他走？我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快去找，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快去找啊。是，快去。是。怎么得了？太太，你说这怎么得了？哼，这还像个家吗？你们亲弟兄弄得水火不能相容，老二居然离家出走，真有出息。哼，我怎么会生下你们这样的儿子？不争气，太不争气了。自私太可耻，是我逼着你去寻死，是我逼着仲康出走。我不是人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我要把仲康找回来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如果找不到他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婉君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待在家里依靠着爹妈过日子，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我应该出去见识见识。大表哥，你不能走，你忍心离开姑父姑妈？还有，
情也走，家里还有书豪，他会伺候爹妈，他对你也很好，他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仲康没有找回来，伯坚又走了，这怎么得了？太太，你就看开点吧。男儿志在四方，让他们去吧，在外边碰碰钉子，磨练磨练也好。他们在外面吃苦受罪，死活都不知道，叫我怎么放得下心？这有什么办法？三少爷，你在想什么？大哥二哥走了那么久，连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是啊，老爷太太也着急得不得了，表小姐心里也很难过。哦，三少爷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从小就跟表小姐一起长大的，你又那么喜欢她，我看你什么意思？你就跟表小姐结婚吧。不，我不能那么做。大哥二哥都是为了婉表姐才出走的，现在下落不明，我怎么能够跟婉表姐？不，不能，我绝不能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。还没睡呀、啊？嗯。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我。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。我。
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要跟婉君？不，妈，不是的，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辞行？你要到哪儿去？到南方去找二哥。叔豪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再走。不，妈，我是你最小的儿子，一直都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心目中，我好像永远都长不大一样。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会照顾自己的，你放心吧，答应我，妈，让我去吧。假如你们都不长大，永远都是妈的乖孩子，跟在妈的身边，那该多好。现在你们都长大，一个个都想飞。妈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们一定都会回来的。孩子，妈，都走了，一个一个都走了。小姐，算是都有了下落了。贾小姐，快点嘛！姑妈，姑妈，表哥他们都有信来了。嗯，都有消息了。伯健在上海考取了大学，仲康跟书豪也进了军校了。你看。真难为书豪，居然让他把仲康给找到了。哦，婉君。
这是仲康给你的信。虽思念之情无时获矣，但当此大时代，今年报国未华，不容有私人之感情存乎胸际。予以考虑军饷，参加革命阵营，吾国民革命大军不日即将挥师北伐，明年应非草长之日，当为我等重聚扬子江畔之时。